游子吟，唐·孟郊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。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这首诗的意思是说，慈祥的母亲手里把着针线，为即将远行的孩子赶制新衣，临行前一针针密密的缝缀，怕儿子回来的晚，衣服破损。谁说像小草那样微弱的孝心能报答得了像春晖普泽的慈母恩情。